一，无不施，无间贪，为假施舍故。般若经最难讲的地方，就是这些文字。你如果说执着文字，哎，没有布施，没有悭贪，好了，我什么事也不要做了。这叫什么？叫一文解义呀！三世佛都喊冤枉。你看人家安住六波罗蜜多啊！你要懂得安住那两个字的味道啊！如果你修布施，你布施着相，我今天布施多少财物啊，做了哪些好事情，哪些人受到我的利益，你就着了相，着了相呢，就不生安住了，安住是做了又不着相，你才得到安呐。你做了着相啊，不安的，你的身心不安的，安什么呢？要完全空掉才会安的，心里头有东西，你怎么会安？所以大家的心都不安了。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不安呢？因为你有忧虑，你有牵挂，你有思前思后，你就不会安。你要果然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了，像《金刚经》到最后无智也无德，那你怎么不安呢？你跟诸佛如来一样的安吗？有丝毫牵挂，有丝毫的念头，你就不得清安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念头除外，念阿弥陀佛，行，念阿弥陀佛没问题。除念阿弥陀佛之外，任何念头都你都得不到安稳。念阿弥陀佛可以，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，一个特别法门。无布施是告诉你不着布施的相。经上常讲三轮体空，这才是安住布施波罗蜜。布施是手段，是方法。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破除我们无始劫来最严重的一个烦恼——悭贪。谦是吝啬，自己有的舍不得，贪是贪求啊。布施这个手段呢，就是对付悭贪的。你看悭贪烦恼，烦恼没有了，烦恼没有了，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。假如这个悭贪烦恼断掉了，没有了，你还着了一个布施的相，你这个波罗蜜不圆满，你还着了相。后面这一句就更妙了，为假施舍故。这个境界不是我们的境界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烦恼没断，真的要吃药，来对付我们的烦恼，用布施对治悭贪。那么这一位菩萨，这不是普通菩萨了，高级的菩萨，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这是他们的境界，
他们烦恼断了，布施波罗蜜圆满了。还要不要修布施波罗蜜呢？他还修，他继续不断的修。他为什么修呢？他不是为自己，为利益一切众生，就是说给众生做个榜样啊，诸佛菩萨道驾慈航到我们这个世间来实现啊，所作所为种种表现假设是故啊，是来帮助初学的啊，他自己已经达到圆满了啊，前面两句是圆满了啊，自利圆满了，后面这一句利他圆满了啊，所以一样还是勤修布施波罗蜜啊，做样子给人看。第二句，无境界，无犯戒，为假设是故。持戒是手段，目的是破恶。凡夫无世界来迷惑颠倒，起心动念都为自己啊，执着我啊，起心动念都想到我，这是毛病啊。为什么说想到我是毛病？诸位必须要知道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很明白，六道是怎么来的，就是因为有我执，才无缘无故变现个六道轮回啊，因为有法执，所以才变现出十法界啊。原来我这个念头啊，是六道轮回的根源啊，所以佛说了，我执破了呢，六道就没有了啊。这通常讲证阿罗汉果，证辟支佛果啊。阿罗汉辟支佛，他的本事就是把我破除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起心动念不再有我这个念头，那六道就没有了。如果法执再破了啊，那十法界就没有了。这就是契入一真法界。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与大菩萨们他们修行的处所。他们活动的空间跟十法界这个里面不一样啊。因此六道凡夫起心动念都是恶，我们不能不承认啊。正如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都所说的，阎浮提众生
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。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了，而言语造作念头是总指挥，念无身口怎么会善呢？佛教导我们用持戒这个方法来破恶，佛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我们应当要做的，哪些事情我们不应该去做的。佛说应当去做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；佛说不应当去做的，我们决定不去做。这就是持戒。应不应当的标准在哪里呢？实在上，诸位仔细去一观察，不难体会呀。我们把它戒归起来呀，答案显现出来了。凡是利益一切众生的，佛都叫我们去做。凡是说利益自己的，佛给我们讲不可以去做。利益自己是增长我执，增长贪嗔痴慢，所以这个东西不能做。这在戒律里头，我们找出这个标准所以，佛与菩萨们，他们给我们做了示范，起心动念。都是为一切众生，他的心平等清净广大，那个心一动啊，就是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没有说是为我家里几个众生，为我们这个团体几个众生，没有。你看那个心量多大，尽虚空遍法界，那么无境界一定是无犯界，无犯界无境界持戒波罗蜜圆满了，这个两句是自度，跟前面意思完全一样。无境界无犯戒，这个清净犯戒，这个是两边的，两边的相都不可得。可是他还有没有吃饭的这个样子呢？有吃饭的样子，为假设事故他表演给我们看有表演持戒的，有表演犯戒的两种人都是善知识，两种人都是佛菩萨。诸位在大乘经上看到，小乘经上也有。佛当年在世，有一些弟子像目犍连舍利弗、迦叶尊者这个是给我们表演，像唱戏一样他唱正派的他表演的是持戒，戒律很清净。像提婆大都、六群比丘呢，他们唱反派的，完全搞破戒。
都是菩萨，都是佛有大菩萨。那么让释迦牟尼佛呢，在当中啊，来评判，啊，对这个持戒的赞叹，对毁不犯戒的呵斥，其实呢，做给我们看。他们有没有持戒？有没有犯戒？没有。他们真的没有，所以我们不可以把他们当作凡夫来看待，那你就错了。这些都是诸佛如来大菩萨实现的，像唱一台戏一样啊！他们都是表演某一个角色，表演得很逼真的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觉悟。所以他有表演，这个表演就是假设事故啊。为什么说个假呢？表演也不执着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的心依旧是清净平等处啊，他没有迷，那只是舞台上啊表演这个角色而已。表演的再逼真再香，也是若无其事。那就是假设事。第三，无安忍，无分会，为假设事故。这是六度里面的忍辱波罗蜜。忍辱，你看，在这个地方。这是玄奘大师翻的，这个是按照梵文原文多半是直译的啊，安忍啊，六度里面的这个忍波罗蜜是安忍。古德已经没有照这样翻啊，他把这一条翻作忍辱啊，这个是有特别的用意啊，因为在古时候的中国人对于这个侮辱啊看得非常严重啊，我们在古书里的常读过，四可杀不可辱啊，四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啊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啊，这样的人呢杀头无所谓，侮辱不可以啊，所以把这个辱看得这么重，这个古德翻经的时候就翻作忍辱。如都能忍呢，还有什么不能忍呢？那没有一样不能忍的啊，这是个特别的译法啊，实际上的意思是安忍啊。忍在菩萨这个修学六个原则当中啊，我们称为六度啊，非常重要。佛在《金刚般若》上，啊，《金刚般若经》，大家都念过，它是六百卷里面的一卷，啊，其他的这个般若经呢，我们不见得念过，《金刚经》念过。你看佛在《金刚经》上。将这个六大纲领有说的很详细的，有说的很简单的，轻描淡写带过就完了，唯独布施跟忍辱讲的最多，这个道理就是说
这六条纲里面的这两条最重要啊。布施能修福修慧啊，你要想修福修慧积功累德，你怎么修呢？修布施。二任如真是成就，你虽修，如果你不能忍，你的成就很有限啊。所以佛说一切法得成于忍啊，这个一切法是说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。你要想成就忍，安忍就太重要了啊。